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趣有乐，无灾无难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鼠年行大运。那今天我接着要来种尾鳍的大甲豌豆，用插犁方式的，就是准备了竹子，然后今天要把它架起来，要把它种大甲豌豆，是最后一期的，采用竹子。这一般的种子啊，就下在这一只插犁的旁边，所以说从旁边画一个弧度就可以了，有一点深度啦，就这样子，每个都这样画。这个就是大甲豌豆的种子，那这个孔位我已经画好了，那就在这个插犁的位置环绕，不要离太开，离太开到时候那发芽起来顺着这一个不好攀爬啦，那平均这个我都放五颗五六颗都也可以啦，那不要多的太离谱就好了，放就尽量平均放，我现在固定了五颗五颗，当然那花芽每颗都可能多少也会有损耗。这个啊，盖土盖完之后啊，记得早晚要淋水，前一个礼拜一定要淋水。
今天的大甲豌豆已经播种完毕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